好，我是 Andy 梁。大家好，我是 Michael。我们今天来打 Free Fire。那我们就马上来开始讲 Free Fire 名人堂。你要怎么申请？还有为什么你会被踢出去？OK， 我们讲如何申请。就你一开始先到 Google 搜寻名人堂 FF， 就会跑出来了。那你一开始你要输入你的频道的网址，还有一些个人资料。然后你的 YouTube 频道要超过我们1000人的订阅数量，这个算是蛮多的数量，很多人都没有得到成功，一直卡在我们10几20吧，还是60到100。所以我们要可以去改我们的封面，还有我们要每天都拍一部影片，或者是2天拍一部影片，要让观众知道你拍影片的时间点，才可以让观众更熟悉你影片的状态。然后在简介你也要打好你是玩什么游戏，那我们就玩 Free Fire， 还有其他一些游戏，我还有我们的荒野乱斗，之前我们还有玩萨达传说，也是得到不错的回响，是一个蛮不错的。对，还有我们的创作名人啊，创作名人就是你 FB 还有 IG， 你的粉丝超过3000人，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东西。不过这个3000人好像有点太多哦。我们的数量是 FB， 对啊，对，可能不到1000人，不到100人，不到100人，真是有点可怜。但是我们 YouTube 有点可怜，我们的订阅数量居然有9000人啊！可是这个数量我们差不多申请有2个礼拜了，不过我们还没通过，我们还没通过我们的审核。没关系，可是 YouTube 名人这个钻石量回馈是比较多的，我们好像是1000到5000人是500，然后5000人到10000人就是1000钻，是蛮不错的啊。可是创作名人那个我也忘记了，没关系，这个大家可以去 Free Fire 的网址那边查，对，在我们影片旁边就会有数量了，数量了 OK。大家也可以去订阅我们的阿布吉游戏频道，因为我们那是我们的旧频，那个新频道，对不对？对。虽然已经创很久，可是我们以为他们大家都去订阅，可是都没有人去订阅。现在我们阿布吉游戏频道订阅多少？阿布吉游戏频道订阅46人，对不对？46人而已啊。哎，怎么而已？我们非常努力经营哎。有些小频道啊，它要从10升到20就很困难哎。困难，他们都在大家说，帮我订阅一下，帮我订阅一下。对。然后你可以帮我订阅一下。其实大家一起玩啊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也是 YouTuber， 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其实要互相帮忙。互相帮助、啊。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以后未来的十几万、20几万的订阅组。对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几百万的订阅，很有可能他就是之后的什么蓝月亮啊，什么我不喝拿铁，你到底不喝什么东西啊？现在有不喝奶茶，也不喝咖啡，我不喝拿铁，还有我不喝水，还有什么我不喝？对，我不喝苹果，我不喝水果所以要加入名人堂，其实是有很多个规则。对啊，非常多的规则啊。而且有些人被踢出去，他是什么原因、因为有些人居然带厨哎。太过分了吧！对，带厨，他居然带厨哎！对啊，不可以带厨啊，因为带厨就是有点违反官方的规则。还有些人不是正面形象，直接开直播玩那个外挂啊！真的？对啊，开直播打外挂，然后官方就直接把他踢出名人堂。对啊，因为其实玩游戏就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频道维持我们的正面形象，让官方。维持正面形象，就是正当的玩呐、啊，就是游戏它是怎么设定，我们就怎么玩，不可以那个作弊。对，不然你被踢出名人堂也是没有什么意外，没有什么意外的。而且还有你退游，可能你没有一个月发五部片，发一个月五部片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太困难的事情。不是太困难，我们一个月拍几部啊？50部有吧？50部有吧？我们多加一个零啊，我们比较特殊，多加一个零。其实我们有很多都是直播的影片，那我们会拍一些很重要的影片类的，对，有一些教学，有一些教学，我们就要拍的很正式啊，对，很正式，让大家更清楚这个我们的名人堂，还有一
些名人堂，他一个月几乎都有几百封邮件。对，再次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没有超过一千订阅，还是你没有达成那个门槛，记得绝对不要寄出去，绝对不要寄出去，绝对不要那个。你都没有达成，然后都没有一千订阅，然后就寄出去，然后官方还要去看你的资料，然后还要把你弄掉，真的是非常麻烦。对，非常麻烦。你记得你要一个月你要先发五部 FIFA 的影片，然后还有打好我们的简介，还有做好我们封面，这样你就可以火速突破一千订阅，还可以那个我们的冲。如果你在我们的直播间打下我们的冲订阅。就搞不好会发生一个不错的事情哦，不错的事情，大家可以去试试看。试试看啊，在我们的直播有这样子的功能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直播里面啊，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功能。你可以问一下，就是所有的角色的秘籍。什么？所有的角色，比如说你打阿洛克，阿洛克 A L O K， 只要打阿洛克，它就会出现它的什么东西，它的技能。对，啊，那你比如说你有宠物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打喵喵，没有技能。机械狗增加背包，对，哎，那我们这是我们直播的一些小功能，小功能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直播间这边试试看，试试看。那真的，我们加入名人堂以后，你的名字旁边会有跑出一个什么字 ？V， 就是你的 V 啊，可是不是每个玩家都有，不是每个玩家都有，这是一个有点算是官方推荐，官方的推荐人啊，推荐人。如果你没有非常非常那个活跃的话，就不会被配发 V 的标志。你可能一个月五部的话就还好。那如果是十部的话就 OK 了。十部的话，这样就是很不错的一个数量啊。是啊，这是非常的 OK。OK，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名人堂，如果你有加入我们的名人堂的话，你还是有可能会被踢掉。对啊，可是如果你被踢掉，你还能再加进来，你要重新申请，这样就还可以再加进来哦。对，我们今天的名人堂影片就到这边喽。如果大家还有这问题的话，请记得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以后还会再做影片给你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再见喽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，安当，拜拜。